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小苏一把，嗯，小苏一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的确，人家的牌比我们好的有点多啊。全军出击！我故意气直播间观众啊！我气你们干啥呀？你们故意气我还差不多，我还故意气你们，先议一下。那剑圣前期比较厉害啊，一上来点就点一下就走，哎，就走。跟他硬打，我们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他这个双刀有点猛，议一下小兵，吃药点点点。你看这剑圣前期很猛的，下个 Q 我们可能会死啊，挡一挡，挡一挡，挡一挡，下个 Q 可能要命。二级升个 W， 二级就不学 Q 了，先 E 他一下，要 Q 我们不给 Q。我不知道他二弟学的什么东西啊，好像是念咒啊，是 E。 这螳螂啊，你是不是当我瞎的？就直勾勾的就走进草里了呗啊，你是不是当我有点瞎兄弟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边升个三级啊，一定得升级。好，升了。哎呀，炮车没补到。慢慢补会儿兵。他把念咒用了啊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点一下，立一下，出一下。我们现在能耗得了他血，但是他耗不了我们血，所以他的血量相当于没有。哎，我就在那塔这个位置。别急，等个 W 啊，我还有两瓶药。好，直接一点盐 W，A 接双 Q， 吃个小饼干。等到过渡到前期以后就好打了，现在剑圣就前面费劲点，不好打，越往后打越好打。到五级左右吧，就好办了。刚才这一波我们必须得打先手，我们打了先手，他就没有办法说是继续跟我们拼。如果我们打后手的话，他现在上来先 Q， 我们就只能跑，先套他点盐，先来个耀光。这把出三项。下边有大，
他只能跑，他现在跟我们拼就只能跑。马上他一个兵他都补不到，他补刀我们就干他。好，死了。等他念咒啊，不念咒我们不放大招，差不多能斩杀了就再用就可以了。趁他这波没剩六，我们塔后断他一波，试试看啊，能不能断得住。来点一点点接个扣，升没升？再点，升了，升了也没用，抽一下。螳螂没来，再抠，补刀就抠你。这波直接一抠耗他血都可以，因为他没有念咒了。他要是出来，他就上当，上当我们就把他杀了。这波兵正好往出推，哎，他现在一个刀他都补不到。我们就往前一卡，往这一站，当个门神。这咒随便念 ，A Q， 靠脸人 A E， 上头了，这是忍不住了，这是啊，忍不住你就死，你必须得忍住，你不忍住那能行吗？经典忍不了，他忍不住，那他就得死，你必须得忍住。兵儿一个你也补不了，我就往前一站。到了六级以后，这剑圣上单就只能说是在后边瞅着。等兵到塔下了，哎，他收一波；等兵到塔下了，他收一波，他就只能这么玩。他等兵不到塔下，他收，他根本他就打不过我们。以前的猴就挺好打的，现在的猴更好打。推过去，塔下耗他两波血。等他念咒啊，抽一下。一 A 抽 A 转起来 ，W A 接抽死。像这种脆皮儿，我就不出那分离者了。我们这把就出个三项，三项的CD不太够。就这点不好，CD不够。好像艾克要来了，我们不在这儿回城，我们回家回城。艾克不见了，回家了。你看这买完还有特效的呢，叮一下闪了一下光，这啥意思啊？
放个 ADC 上来，那 ADC 700块钱不没了吗？啊？你放个 ADC 八级上来，七级啊，七级。两个臭皮匠想要打我诸葛亮，小伙子，那 ADC 的700块钱我不拿了吗？你说你连塔都不敢点，你等我有大的啊，你俩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先不上，我上去一个 EAQ 打到半管子，他再给他吓跑了，假装打不过先啊，先假装打不过，先等个十秒钟，别急，让他等一等，700块钱我们拿了啊，六秒，五，四，让他先蹬，让他直接蹬，可以。拜拜，700块我拿掉，你敢把技能先放了兄弟，那你俩可就得死了啊，就直接让他蹬，因为萨米拉这英雄吧没啥爆发，他只有打出连击点他才能有爆发，但我一个人吧他又不好打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先让这个派克把技能给用了，用完以后我们再杀就好杀了啊！我们不拆啊，拆了吧。这螳螂都有峡谷了，不拆不太好。走了 ，Q 一下 ，A W A Q E。死了，那、啊、这没办法，他 E 没放，我们死就死了，没有关系。我下一件死亡之舞。我们下一件死亡之舞，700块螳螂给就给了吧，没关系。上路还没拆掉，马上来啊！把上路这俩人给他杀了，他俩指定得补这个炮车。我们先杀派克，这样沙米拉也得死。艾克别起来就行，其他人其实无所谓。这波不带了，回家。嗯，可以不回家。艾克没有蓝，把闪交了，挺好。没蓝，这装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打了个闪，哎呀，打个红的。现在我们的装备打团，说实话不是那么特别厉害。我们这种装备去打团战不一定能打得赢，先杀个剑圣啊，我要早知道这剑圣虚区这么低我就不放大了，他虚区也太低了吧，我这叫死亡之舞兄弟，你跟谁打呢，这叫减伤35%，闹着玩呢。这波挺好啊，因为我把大放了，所以螳螂上当了。
我要没放大，螳螂上不了当。把他二塔拔了，还有蓝 buff 挺好啊，把蓝 buff 拿了。哎呀，先去吃狗屎，少了蓝不够用。先上螳螂吧，不行，他有隐身。哎，这隐身确实太烦了。我最后一个抠没抠出来，抠出来剑圣也得死。这位置怎么有眼儿呢？我扫一下好了。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居然有个眼儿，我没想到啊！先来个小黑切试试。为什么不双抠？我双抠一开始他死不了啊。他有隐身呢，我就双抠他也死不了。他有隐身的话，黑切不行，九头蛇不行，九头蛇也不行，出黑切吧。黑切蟹手九头蛇，这把还是得要黑切，来黑切吧。黑切出完出九头蛇，九头蛇出完把皮还出了，皮还出完出蟹手，哎，可以。打一波来。小龙，小龙二十秒来，可以打。你们杀我？你说你们杀谁不好？你们想杀我？给我追剑圣来，这剑圣还往上跑，那你能跑得了吗？把小龙打了。这个螳螂我们从右边截他一波啊，还粉色的，还挺骚气呀你呀 啊还是个粉色的，你给我死。今天为什么他带减速啊？没事的，艾克也能打，把他控了。哎，你还回头，兄弟，这我没想到啊。有没有晕？哎，晕住可以，别着急啊，先上沙米拉，这玩意儿吸血可老猛了。沙米拉杀完，这个派克也走不了。闪现了，哎呀，这闪有点多，把他中路拆了吧。还可以拆，继续来来来来来，高地掉了。呀，剑圣值钱了。这波不拆了啊，这波拆不掉了，溜了，没蓝了，我们打个红的。好，这地方没有眼，在这回城刚刚好。谢谢冰异类。如何决定啥时候该杀谁？像刚刚那波下路双人组，哪波？如何决定啥时候该杀谁？凭感觉啊，杀有用的人呗，那就。啥时候该杀谁？第一目标 ADC，ADC 发育不好，你就去杀别人去呗。
刚那波团战，那刚那波团战，那沙米拉肯定得先杀，他在你面前不杀他，这 ADC 在面前还不杀他，这个 ADC 呀，这老母狙有点惨，往哪走？哎，杀我可以杀，队友在哪儿？别打大龙就行，大龙别丢，大龙丢了就坏了。刚这边一打四，失败了。这螳螂进化的 W 有减速，挺烦人的。你俩能抢一个呀？要不然算了吧，要玩过来。啊，这走吧。打完了就算了吧，没事，不行给他们一个也行，没有关系。这艾克发育的不错，他打我都有点疼。太难玩了。我才难玩呢，跟你们玩个游戏老孤立无援，你干啥呢？哎呀，艾克死了，没事可以杀他，螳螂应该没有跳了，应该他刚才把跳交了，我这边就不放大了啊！哎，这样的话，对面把自己玩没了呀！这，跟我推一波中来，剩两个人打不过我们，没事，只要我们先杀这 ADC， 他就打不过。别用技能啊！他敢上来一小下，我们就杀他，把小龙拿了。我们现在其实是有点脆的，想秒也能秒掉，那蟹手没出来，但也没办法。这波啊，注意在这个位置蹲，在这个位置蹲。但是别着急，艾克啊不好杀，就是最好是别找他剑圣，你知道吗？哎 ，OK。这波先杀两个，把对面下路给杀了。这螳螂追他，他还有一段 R， 不追了，可以追，没有E了，应该可以晕他，漂亮，直接一波吧，这剑圣是个没有用的东西，艾克又没回家，他们家沙米拉又死了，螳螂也死了，剩个小派克，打人都不掉血，直接拆了得了。这后边怎么回事？艾克回来了，艾克回来了，我们得先杀艾克。这人有点多呀。这人有点多呀，但是我们把小龙打了还可以，我也就150块钱赏金，没有关系。这个红你敢打？还行啊，还行。救闪干嘛？救闪秀啊！
他不知道你收这兵干嘛，不知道。有一颗 C 的心，萨米拉死没死？萨米拉没死，派克也没死。这波艾克伤害我不一定能扛得住，往后撤吧，往后撤吧，没事，先给他们。先把兵清了，这边推不上来，没事。好，螳螂上了，这波可以打。先把艾克杀了，这个晕有点烦啊。你俩应该打不过，不行算了吧。哎，有机会，个屁！别死，基地没了，别死，别死，别死啊，别死！千万别死啊，死了基地没了。那剑圣大杀特杀那队友不行，就得让他收割起来呗，那没办法。还行，杀一个，别死啊！千万别死，死了基地就爆炸。这波可以小龙，小龙我们可以打。啊，不是小龙啊，大龙！这波大龙我们可以要。我没有空去管这个剑圣，我们管不了他，我们要管就只能管对面的艾克。因为我有物抗，但是我没有魔抗。先把艾克大打出来，先让他别打我那么疼，其他人打我不算那么特别疼。过来，来，快点来呀！那派克指定得过来做眼儿，快点的，抓紧时间。好大！哎，这块交大杀他感觉不合适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可以晕吗？先把沙米拉给定住啊！先杀沙米拉，再杀艾克。OK， 剩个剑圣。这剑圣怎么还装备还起来了呢？这还？咱俩打小龙吧，小龙可以要。哎，不行，退中。跟我来退中啊！退中，退中，退中，你死不了，没事，你站我后边，咱俩没有孤立无援，他不敢上。走，小龙，二十秒。小龙啊，这波小龙，先回家出个装备。开龙可以开，队友快点来就完事。这波对面无论从左边来，从右边来，都打不过我们。好，沙米拉直接上了。那我们先杀的沙米拉，别着急啊，直接大柱。我们家打团，这就是血虐打对面，知道吧？血虐，把这果子给他吃了，能一波不？一波了呀，这不直接一波了吗？就这对面的阵容啊。哎，我就发现每把螳螂都能起来呢，怎么回事？这英雄这么好起来吗？这英雄，这螳螂，这英雄，把把都能起得来呀！我来吧。